OK， 他两个兵都没吃到。 没错，走啊 ，OK， 消耗一下就行。牛逼，好。 把自己勾裂死了，多个奶妈，这么牛逼！后悔了，我还好没选尼拉。嗯。 给这里吧，小心对面蓝枪。还是要吗？即使你是强势英雄也没办法，看到对面蓝枪了。不推线，不让对面推线，不换血，补好自己的道。 现在多兰加强了，他进化解掉了我们一层被动，不然的话再减一秒 CD， 他有机会要交闪。 他可能不会避，他不避，如果看到对面打野的话，可以继续压，因为打野在上，赌一手他没避，避了刺身塔皮吧，那就无所谓啊，我们可以买鞋的。 哎，我怎么把药吃了？也没知道，卡一下，好吧，哎呀，他死了，奶妈没闪的。 地了干嘛？啊！一定要直接退。 不管对面打野在不在，打野没在更要推，这什么意义啊？有啥意义？推线啊？打野在，好像，对吧？这个线下次记得一定要直接推完。我们锤石有点笨，不太懂，但我们懂就行了，懂吗？ 没事，我马上六级，标记一下，拆不掉那个眼。
们现在打野再拿小龙，我们就稳一点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我们队友一定，我们一定知道我们队友在哪，但我们不一定知道对面在哪。OK， 他两个兵都没吃到，别撤。走啊 ！OK， 消耗一下就行。第三，你们下路两个是没位移的英雄，不管对面是什么样的英雄，都有机会来抓你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说完，对面男枪就来了，懂了吗？懂了吧？像这种就没必要怕，他给眼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吧？已经看到对面男枪了，还给眼，小喷弹来的，走，中路 miss 了，转走，消耗一下，我们大家也在。比了个进化，勉强还可以。弄小龙，我们帮他打。帮队友打一下，一波线，他们接线，我们一定可以打龙，是吧？稳赚，拿着先锋又拿小龙。卫兵吗？哎，干嘛呢？他是没进化的，可以打，没怕，没伤害的，还要飞，拉可以，火力走了，那可以吃，吃完走，我们老黑很赚。OK， 下一波回对线，交过了或者在 CD 的时候再放，我们直接动。R 谁都行，能R到就 OK， OK， 对吧？拉腿，没够到，走吧，先走一下。对面出来了，但是 OK， 还可以继续，先回血，先回血，对吧？对面打野刚刚已经在中路出露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越。还不错，牛逼！别越了，把塔拆了，等下一波线。这是四分钟，捡塔皮，没塔皮，不用怕，我们有破败的，等一个技能，等一下被动，他有进化了，吸一下。憋个打，再撤。我们五七五，他五二五，随便拉扯。毙了，这不丢了。这个时候就不用叫大了，这个时候站在中路，优先推塔，大招保证。保证能保自保，自保或者撤退，或者能跟队友补伤害啥的再用，其他时候就别用了。耗血这种已经对线期过了，就别耗血了，没必要。对面还有个奶妈，对吧？没必要耗血。如果在对线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用大招来消耗的。我不知道他在装什么，也没大招的，而且没出水银鞋是吧？没带进化，不知道他在装什么。然后我不知道崔斯在装什么，崔斯是没啊，对面有进化的，被动，别逼，
就他前面，好吧，嗯，还有一场，去看一下。这个线还要继续推啊，但对面不行，对面卡山要接线，对吧？对面卡山要接线，奶妈可能也在旁边，所以他们一定来不了。对吧，推完中线往下路跑，现在就往下路跑，下路一定会打几架，因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会打起来，就像现在这样支援，是吧，不需要操作 A 他就行了，我们人多打人少，因为我们中路推线了，所以他们要接线，所以他们另一边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到，而对面不行，对面如果想先到他们就一定会亏，一定会亏，然后慢慢拉开差距，我们已经拉开了，对吧，压了三级了，将近一百刀了，推中钻石，不知道，最近没怎么摸索，但是我推荐钻石，不管钻石还是什么分段，你玩两件套能发力的 AD 都可以啊。这是干嘛，他这个烟雾弹很烦，躲一下。维鲁斯对线没有几个怕的，对线很厉害的维鲁斯，比如